你一个大男人跟一头狼较什么真啊？狼王你也别闹，都是一家人，咱们和平共处好不好？不要总是打架，好兄弟来的怎么能打架呢？哼，谁跟这该死的人族是兄弟啊？我是狼族的王，你们这些愚蠢的凡人没有一个配与我称兄道弟。一家人好兄弟，哼，我还没有沦落到跟一头愚蠢的狼做兄弟的地步。你去内室躺着休息，这头狼交给我，前几天还挺老实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他就是欠揍了，揍顿就乖了。你别打他，打他你会后悔的。难道我今天揍了他，你关上门就回来揍我？你说什么呢？怎么会啊？那我为什么要后悔？喂，你放我下来！乖，进去躺着。秦雨峰，你今天铁了心要揍狼王是不是？你揍到我跟你急啊！揍完再说。狼王，你快跑，不要跟他打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哼，不战而逃绝对不是我们狼族的作风，我要血战到底。我们狼族可以被揍趴下，但不能自个儿怂怂的趴下。无奈地听着院子里传来狼王和秦雨峰过招的动静，这拳拳到肉的砰砰声真是让人好想哭。主人，主人，空间升级了。